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嘉豪。好，今天来到我们的这个 Court 的 Resume Base 的测评的第二弹。今天我要调的音色呢，是把我们的音量都是最大，然后把我的这个 Pick up the balance 选到最后，就是后段这一颗会有比较鼻音的声音。然后呢，这个音色的 tone 我也是给它全开，哦，它会比较模仿，就是比较扁的这种颗粒感。然后我会用。我们这个有个贝斯大师，就是 Weather Report 的这个团，就是天气预报这个 Fusion 团，哦的这个贝斯手 Jaco Pastorius，哦，这个我相信如果有弹贝斯的朋友都知道，一个美国的白人天才贝斯手，他改变了这个贝斯的演奏方法。那我就不多介绍他，总之他的音色是比较类似这样的，但是他是用五品的无琴格的贝斯弹，那我们这个还是有琴格的，所以音色还是有点不同。那总之我会用他们这首很知名的《Tin Town》这首曲子来做这个音色的这个示范，那我们大家就看下去吧。Thank you.